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ny， 今天要来开箱小北百货2021年的福袋。对，小北百货也出福袋了，然后它一个福袋是199，所以我买了两个。对，两个小北百货的福袋来开箱，看看看它里面的东西是什么。最高市值453块。他直接跟你说单包最高的价值是453，而不是跟你说每一包都是453。然后小北百货的福袋呢，除了里面商品之外，他这次也是有抽奖活动。然后他最大的奖项是机车，雅马哈的机车，特奖是雅马哈的机车，头奖是金条。金条，我超喜欢金条的，从来没有手上拿过一台两的金条，不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。奖就 iPhone 啊，三奖是精品包包，然后台湾还有其他的一些奖项，还有一些异业合作的优惠啊。除了抽奖之外，我们来看里面的东西吧。它是把那个招财猫换成是招财牛，而且是招财乳牛吗？这个造型，第一个就是奶茶哦，奶茶，它这个午后奶茶还有米妮。只要是奶茶类的我都开心。乐事，我超爱的乐事都被拆了。乐事又是乐事，太开心了太开心了，两个乐事耶。彩虹糖，科学面，这个嘴馋的时候很好用，常常家里会备着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不织布的折叠购物袋，是购物袋耶。我把刚刚福袋里面的零食都装进去了，这样子购物袋还蛮好装的，因为它有底部。再来是扑克牌，扑克牌这几年啊，或者是有些福袋里面都有附扑克牌嘛，然后大家都会做的比较新潮一点，对，因为看现在流行什么嘛。可是这个是经典呢，很复古的扑克牌啊，这样子会不会透露出年纪啊？这种海盗船的扑克牌。虽然这个现在是买得到啦，可是你拿在手上，你还是会觉得，哦，有回到以前那种年代的感觉。说不定过几年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各种花样、各种卡通图案的都有在出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张抽大奖序号啦，它也是给你一组序号，让你去登录再抽奖。然后下面这三个企业合作的优惠，肯德基、必胜客、亚太电信，它都直接给你。这就是我第一袋小北百货里面的东西。开第二包。哦，美昭绿茶，哎，饮料都还不错哎，饮料都是送知名的，对，都附知名的饮料。Oreo 啊，今天出门的时候还在跟欧帕说我们要不要买 Oreo， 不用买，马上就拿到 Oreo 了。太开心了啊！可乐果，可乐果，可乐果是妈妈最爱吃的，太开心了吧！然后这个也是我会吃的卷心饼，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需要的。我爸在我回台南回娘家的时候，车上一定都要有复古的扑克牌哦。哎，这个很可爱耶，虽然现在很少用，可是这个很可爱。订塑机 ，Hello Kitty 的订塑机。哦，这超粉的啦！这个我要用那个白色字体下，我要把订书机换这一个，因为这种传统的订书机有的真的还蛮老气的，然后这种很可爱的，有时候就又会下不了手去嘛。然后福袋里面有一个，我可以直接换了。再来就是抽大奖，我看是不是跟刚刚一样。一样的，就是上面是让你登录序号去抽，然后下面三个呢就是异业合作的东西。这就是我第二包小北百货福袋里面的东西。我真的太开心了，可乐果、Oreo、口香糖，这些都是我们真的平常会吃的东西。以上这两包呢，就是我今天开箱小北百货福袋里面的东西，刚好都是我爱吃的，然后也是我们家人会吃的，这个几率80%-90%打中我的心。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自己在上网去登录抽奖，我希望我可以中金条，我想要实际手上拿着金条的感觉，感受一下那个温度。以上呢，今天就是小北百货福袋的开箱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呢，赶快去小北百货买咯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